者冯一鸣台北报道，虽然相差六岁，许露儿、许文恩这对姐妹感情好到只能用爱无敌来形容。这次姐妹两合体为 ELLEWEDDING 拍摄封面，聊起天来就像两个小女孩般叽喳不停。许露儿说，小时候都会使唤小人跑腿，许文恩则觉得许露儿就像妈妈一样，从小许文恩有心事都是跟姐姐说，而不是告诉爸妈。采访进行到一半，许文恩突然问姐姐说，你说喜欢我一分到十分是多少？许露儿边笑边说，我昨天不是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吗？2000分啊。许文恩和许露儿都已经年过30，但两人个性却截然不同。许露儿散发出优雅沉静气质，许文恩则写得心感俏丽。进行拍摄当天刚好碰上英国哈利王子大喜之日，皇室婚礼的庄严与家庭温馨兼顾，让姐妹有志一同说好梦幻。不过在许露儿跟许文恩记忆当中，最感动的婚礼却是二姐卑卑的婚礼，姐妹俩都流下眼泪。许维恩说，如果参加婚礼时是个不太熟的朋友，他会选择穿着简单一点的服装，也不会太裸露，重叠是不要抢过新娘的风采。许露儿则说，参加长辈的婚礼时他会选择厚一点的材质，尽量不要露，尤其是不要穿平口洋装。许露儿左身穿细肩带背心、黑色荷叶边纱裙、刺绣棒球帽，许文恩展演波点黑色纱裙、内搭黑色上衣、黑色短裤。 L 国际中文版杂志提供许露儿左跟许文恩各自用不同衣服演绎不同婚礼风格。 L 国际中文版杂志提供。